元素周期表51号元素什么意思？在网络用语中，元素周期表51号元素是脏话，表示骂人的意思。因为元素7的符号为 SB， 也被用来表达不爽和气愤。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，第51号元素是 T， 元素符号为 SB， 是一种银白色、有光泽、硬而脆的金属，有鳞片状晶体结构，在潮湿空气中逐渐失去光泽，强热则燃烧成白色 T 的氧化物，相对密度6.697克每立方厘米，熔点为630摄氏度，沸点为1635摄氏度，易溶于王水，溶于浓硫酸。 T 在自然界中主要存在于硫化物矿物灰 T 矿中。 T 的用途广泛，主要用于生产阻燃剂，也可以用于制造电池中的合金材料、滑动轴承和焊接剂等。